不老的传说萧蔷，掌声欢迎。为什么什么样的礼服穿在萧蔷姐身上都合身呢？哇，太美了。那我们想问一下，怎样的女人才是完美的女人，在你的概念中？我觉得一个懂得珍惜自己，然后也懂得珍惜的整个环境的，就是一个完美的女人。谢谢萧蔷姐，谢谢，请入席。这边请。